的烤鸭呢，为什么我非常的喜欢，是因为我觉得当然我师傅的厨艺非常的高超，然后他整个团队呢，我觉得师傅整个团队是非常的整齐的，所以在烤鸭的处理上头，我觉得你可以看到它的做法是非常的细腻。然后就像刚刚武师傅说的，就是广式的烤鸭呢，它在里面因为加了很多的料，然后一起去烤，所以它的汁呢跟香味整个都闷在里面。那你看刚刚师傅在切片那个皮的时候，那个肉汁这样子破破的流下来那种感觉，你光看到其实呢就是一种喜悦。我们在吃的过程中不单只是吃而已，在师傅上菜然后开始在片皮在吃的这个过程中，我们看到那个亮相的感觉其实就是一种内心的喜悦。然后你在吃的时候，它的皮是非常的薄脆，然后肉也非常的细致，而且肉我觉得最难得的部分就是它的瘦肉中呢带着这个肉汁跟油脂，然后你会吃到那个鸭的丰润然后跟细腻。那在配料的部分呢，它用了姜片跟小黄瓜还有葱丝，那跟一般我们吃北京烤鸭的时候是用大葱是不太一样的。烤鸭的二吃呢，是我选择这个鸭松。那为什么选择它呢？因为现在是夏天，其实很热，而且我们在吃很多就是肉的过程中呢，如果可以配一些蔬菜一起吃，其实对健康是有好处的。那所以用这个生菜呢，然后配上这个鸭松，然后鸭松炒过之后，它加了这个咸菜呀、芹菜猪啊，然后葱还有这个油条碎啊，然后一起再包在里面吃，除了增加口感之外，对就是在这个鸭肉的部分也有这个咸香的味道，然后配上这个舒爽的这个蔬菜生菜呢，吃起来是非常非常的过瘾的哦，而且有时候一个人可以吃个两三个呢。鸭的香味跟咸味呢完全融入到粥里面，配上一点青葱跟一点薄脆，不但在口感上好，而且在味道上我觉得恰到好处耶，感觉就是那种虽然现在是夏天，感觉在冷气房里面喝到也会有暖暖的感觉，然后如果是冬天喝的话一定更棒。一鸭三吃真的好好吃哦，欢迎大家来九华楼吃烤鸭。